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解这个不等式。好，这个二的 x 方乘以二的一次方嘛，所以这是二哈乘以二的一次方，啊加多少呢？这是二的平方，就四嘛。二的负 x 方就是二 x 方分之一，啊再减六，小于等于零。那我现在定哈，定这个二的 x 方等于大 X， 那这样我就可以写成哈。二的大 X， 啊加 X 分之四减六，小于等于零。好，那大 X 不会等于零啊，哦，这二 X 方不会等于零嘛，我全部乘以大 X， 就二大 X 平方，啊减掉哈六大 X 加四，小于等于零，这可以因此分解，二一嘛。二二减减，负四减二就负六，所以这个多少呢？或者是先把它除以二好了，二一得二，二三得六，二得四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s 平方嘛，减三 x 加二，小于等于零，那就 x 减二 ，x 大 x 减一。小于等于零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大 X 哈，小于等于二，大于等于一。那这个的话，这个是二的小一次方嘛，这是二的一次方，这是二的零次方，所以就小的哈，小 X 哈，小于等于一，大于等于零，小于等于一，大于等于零。所以这里答案是这个。